张小燕到底回不回国了？你一会儿一个变啊！你消息准不准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就别等了。我听说人家和女朋友感情可好了，说不定马上就在国外结婚定居了呢。你说说你，追你的人都能圈满一操场，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？你不懂。 嗯，嗨，我是陶淑娜，我们参加过一个兴趣班，你记得吗？不好意思，没印象。哎，学长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拆开看看。我还得去。你看看嘛。帮你拿着。这学龄前的儿童玩具吗？不是，这上面写着呢，8岁以上都可以。 我知道你喜欢火箭模型，所以我特意挑的这个。你知道这个原型是什么？前苏联的东方号，我小时候也有好几个。哦，那我下次再挑个别的样子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高一的时候就崇拜你了，所以我跟你报同一个兴趣小组，但没说几句话你就毕业了。 然后我高三的时候就努力学习，我想追赶你的脚步，所以我跟你报考了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专业。我今天来是跟你表白的。表白？嗯。同学，这是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。 你看一眼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什么的。书还给我吧。你好好学习，礼物我也不能收。哎，别，礼物你拿着吧。他也不会重一片心意。我知道，谢谢，心意收到了，加油。 学长，我第一次来参加活动，请多关照。陶淑娜同学，你记得我？没人吧？没人。 周一要理智冷静，欺骗当我撞见你，象征不良计，总会相信，无所谓，只为来一场学术讨论，证明我从来不掉队。我是否有所把握？ 我说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？你等一下，你别追我啦！咱俩不可能。我找你是要来告诉你张小燕的消息。哎，张小燕有女朋友了。不可能。你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？陶淑娜同学，你在航模展上的发言我看到了。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，张小燕同学。 你是真有女朋友了吗？对啊，我们院的，管理学院的。我上次跟你表白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时间谈恋爱，你有时间跟他也没时间跟我。我跟他也不算有时间，他马上要出国了，有时差都会很忙。为什么想他不想我？ 几分真心，几分勇气，这道题关于作用力和反应。
曹春娜同志，学长，你怎么躺这儿啊？哦，我脚麻了。你对我招手，说跟我走，像日出日落，万有引力的秩序。这很多虫啊。曹春娜同学，哎，你住这儿啊？好巧呀，我也住这儿。哎，我在花店挑了几盆多肉，防辐射，你要不要？选一个。我养不好。哎，几楼？八楼。你是不是特别忙呀？我看刚刚也没说几句话，你就着急走了。抽空看手机的时间还是有。那你抽空看手机的时候，你能不能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啊？嗯，人缘真好，100多个人加你。那你能找着我吗？我就叫陶淑娜。这都工作上的，其实有事儿我们群里说也行。那群里说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呀。要不然。我扫你吧，你扫我也行。快点吧，要到了。那你扫我吧。好。放电脑前面防辐射。陶淑娜同学，多肉其实不防辐射。它不防辐射，它也防不住。你看见它就会想起我呀。哎，你别总叫我陶淑娜同学了，你叫我娜娜就行。拜拜。